钱。买了就买了，干什么？还拿过来跟我显摆啊？不是，那是爸爸用他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的，你能不能给他报销？报什么销啊？不用报销了。那这样吧，我们脑筋急转弯，我出四道题，你只要答对两道题就算你赢，你就不用给爸爸报销。四道题我只要答对两题就行了。对呀、啊、那行啊，谁怕谁，你出题吧。第一题，有两兄弟同时掉进水里，被救上来的叫小明，还有一个在水里的叫什么？叫大明。不对。那叫二明。不对。那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呀。妈妈，你这都不知道，叫救命。你这算题吗？啊，第二题，为什么有只青蛙在水里游，还没有一只狗快？这个简单，我知道，因为比赛的时候不能用蛙泳，对不对？答对。Yeah, 我终于答对一题了。好，第三题。第三题，有一只公鹿，还有一只母鹿，谁跑得快？当然是跑得一样快，对不对？错误。你这题也太难了，我哪知道是公的还是母的呀？不知道。是公鹿。为啥是公鹿呀？因为高速公路。妈妈，你这都不知道。你这算什么题呀？啊，太难了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第四题，有一种东西，买的人知道，卖的人也知道，但是用的人不知道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买的人知道，卖的人知道，用的人不知道，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什么东西？是棺材。这个可以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妈妈输了。妈妈，你三题错了，你要给爸爸报销了。那你这鞋多少钱啊？200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去拿啊。爸爸，钱给你。这是什么钱啊？给我钱干嘛？你不是给我买了一双鞋吗？我知道你是用零花钱给我买的，我问妈妈报销的。我妈妈报销啊？妈妈给你报销了？对呀、啊，我靠本事赚的。哎呦，还是儿子厉害啊，儿子真棒啊，爸爸谢谢你了啊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爸爸刚想起来，爸爸这里还有3笔，你帮我报销一下行吗？想得美。行吧行吧，你去睡觉吧。